爸爸做厨师，妈咪同埋两个女 ，OK， 有家姐个妹啦 ，OK， 就做楼面啦 ，waitress 咁样啦。系。咁我后来即系啊，原来系一家人做嘅，咁我先明白点解个个咁好，笑容咁好，嚟埋又派卡片又一家人做啊嘛。嗯。咁嗰个都唔系重点，一入到去同我哋道歉，佢话哎呀今日嘈啲啊。佢點解呢？原來閣樓呢，佢哋有個閣樓嘅，可以開 party 嘅，可以坐30人。OK， 咁我哋乜都唔好講啦，試下啲食物先啦，最緊要，因為我都係叫做半個泰國人啦。我都係叫做半個泰國人啦。好啦，一嚟到頭兩味啲炒菜啊嗰啲嘢，首先個次序唔係好啱嘅，即係我哋嗌生蝦同埋有嗌沙律。咁咪嚟，佢就嚟咗熟嘅，佢就嚟咗熟嘢先。係啊，哦，咁就咁個次序唔係好啱嘅，嚇，咁但係唔緊要。一个就炒菜，一个就猪手，竟系好 OK 嘅，好食嘅，但竟然唔系好热，我就好奇怪啦。好啦，正喺度谂住，哎，大领落啊，屌你老母啲镬嘢，冚家铲，屌你成街泰国嘢，竟然你捻着呢间扑街，正喺度心中暗暗屌之际咧，跟住就开始陆陆续续上其他菜啦，由嗰、那个啊、沙律啦，又上翻转头啦，冬阴功啊梗噶啦，各样嘢咩拼盘啊，各样。哇！全部是非常出色，应冻就冻，应热就热，好吃得不得了。嗯 ，OK， 而且有正宗的泰国口味，咁真的泰国人做啊嘛，系啊，加上上面，哇！上面屌你咩鬼卵屌咁嘈，啲泰国人喺度，咁我就佢话你我话喂咩环境啊，30人，咁佢话啊你可以上去睇下，我可以上去，系啊，我哋啲街即系啲乡里朋友，系正 ，OK， 一起玩。我一上到去个环境，OK。咁我話咦可以包場啊，可以嗱，咁於是乎咧，我就其實已經即刻有個心態，因為30人啊嘛，不如我哋招呼下啲即係最忠實嘅老友咧，唔談生意，唔談性，我哋揾日落去叫做撐下啲小店啦，又食下泰國嘢啦，所以我今晚就同我太太再食多次，就同佢傾埋啲菜肴同埋個價錢啦，因為我希望300蚊就食到啦，係啊，因為我希望300蚊就係要食埋咖喱炒蟹嗰啲，300蚊就食到啦。系，但系我希望300蚊就系要食埋咖喱炒蟹嗰啲。咁你咁多人30人，咁我谂就可以佢计一定条数嘅，吓俾埋个菜单，咁佢做唔做就算咯。咁我哋可以要多啲活动，而且可以现场直播。但我最中意喺啲唔同嘅环境度做节目噶啦，吓、咁尤其是你知啦，喺户外做节目，你做下咧，一定会有途人行过啊嘛。系啊，咁见到咦做乜捻嘢，又有晒镜头啊，晒成以为我哋明星咁样好捻威噶嘛。系 ，OK。